我都唔知阿飞几时开始唔信自己，究竟系佢唔信饮酒可以帮到佢，佢唔明白自己嘅威力，佢唔相信成功只系得一个方向，定系唔信前人遗留落嚟嘅真理呢？我成日觉得佢好乞仔，佢好惨，所以我用尽方法去帮佢，但佢都唔愿意跳出自己嘅框框。借住贬低我去满足自己，我唔怪佢，我只系觉得信就要信到底。呢个世界有咩值得你怀疑？我有乜嘢值得你怀疑？呢排阿 P 已经冇再揾我，作为朋友，我只好尝试用其他方法去关心佢。一个人要生存，就系需要身边有另外一个人。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妈的，好难捞啊！冇咩啫，你不是很厉害的咩？你智者嚟噶嘛？喺度做咩啫？你系啊，我智者嚟噶。咁你而家咪跟紧我说话去做咯？咪喺啲冇咩人嘅地方抒发紧自己咯？我跟住你做。你咁多年啦，你有冇检讨过啊？你真系以为自己智者咩？我诈你两句咋？你而家讲乜嘢啫？记唔记得我细细个教你做功课啊？我边有老点过你？你答案错噶，仆街！我都唔知你点毕业啊？啲答案我自己最后改翻噶咋？好叻啊你！咁我都认识到你啦，你学嚟做乜嘢啊？你嗰啲废话系嘛？系得我一个朋友先会听你讲噶咋？你知啲人讲咩啊？话你戆鸠啊！你完全冇理我感受。乜都执晒落我嗰度，好似自己啱晒咁。有时听你老碟咧，我都唔紧要啊，我真系当你 friend 咋。你真系唔掂啊嘛？你自己好掂啊？你有咩得啊？你有冇成功过啊？有咩啊？唔使你教我啊，仆街！好啊。